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Minecraft 1.15.2伺服。目前我装的插件是这些，只有这几个。这是伪装用的插件，然后这是 Matic Mod 4.6.5，然后这个是 Matic Mod Extension 最新版本 1.441A。这两个好像不支援1.15.2。但是其实勉强还是可以跑得动的，所以 OK 的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了游戏。这次就是为了尝试是不是真的可以用，然后就做一个简单的小系统，一个强化铁质的锻造系统。啊，不过上次实验结果是伪装好像不行，结果是声称可以支援1.15的伪装有点不行。那恢复原状了。好的 ，MBSKLLOPA 锻造石、钻井粉、冶铁蓝，这是三个目前做出来的强化素材。然后这里有附魔铁剑，看起来不附魔的附魔铁剑，还有一个木棍。木棍当然是有些特殊的文字。别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强化用铁针给丢上去，不放。OK， 对，这是原本的样子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重开了之后会变回原样，代表其实伪装插件不太行啊。那我先把这猪给清走一下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吗？有什么？哎呦，应该再来一个铁针，因为这铁针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设计，是共用型的，也就是说，当掉了。好吧，看来还是稍微有点问题啊。那我把伪装先丢掉看看呢，是不是伪装的问题啊？1.15.2的伺服把伪装给拔了。LBSKLL，看看我是不是伪装拔了就没事了呢？如果是的话，就真的是伪装的问题了，还是要除错阶段的。那么丢看看，好的，很明显是伪装有问题。伪装出问题了，维托伪装有问题。好的，我现在安装的版本是，对 ，V9.9.1，这个版本是只支援1.15的，不支援1.14，对吧？看看这样可不可以哦？可以，哎，可以的。再放一个会不会崩呢？不放，哎，不会崩。OK， 我了解了，太好了，你看，好。原来如此呀，看来就是要装这版本的。我现在装的版本就是这个啦，1.9.9.1。刚刚他也写了9.9.1，现在最新的是9.9.3，会崩，所以我们就装旧一点的就不会崩了。那我们就可以到处放强化铁针，这里放一个，嘿，外面也放一个，是必须的。我们拿了附魔铁剑之后，它身上有特殊的文字，叫强化素材和配方 A 属，所以我们敲到强化铁针上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配方 A 属的锻造开始了，然后也会显示下一步要做什么。下一步它要就是冶铁蓝，所以我们拿冶铁蓝过来，好，敲进去了。然后它这次会再显示下一个，就是黄色的部分，就是冶铁蓝。红色当然就是还差得远的东西，你如果现在拿来用的话，抱歉，怎么敲都没有效果的。那我们再敲一下冶铁蓝，好，加进去了。然后接下来是锻造石，哦，这次好快就敲进去了，运气真棒。那在最后一个锻造石敲进去，好，终于锻造成功了。
我们获得了附魔铁蓝剑，雄厚的水蓝色铁剑。不过刚刚我发现它没消耗掉，为什么没消耗掉？看来是有出错了，可能没写好吧，技能其实没写好。来看一下，真的应该吧，丢丢丢，再来一次主配方铁蓝，一下就敲进去了，运气真棒。三下吗？哦，开心开心，又敲进去了。今天我们锻造成了一个附魔铁蓝剑，这个时候它是不能锻造的，你怎么敲都没有用。那么我们敲到一半可以拿回来吗？现在叶铁蓝拿两朵了，加一个锻造石。嘿，按右键就可以把你的东西拿回来，但是强化上去的东西是拿不回来的，这点请特别注意。所以最好就是一口气做到底。下，那有注意到我刚才在外面放了什么东西吗？没错，强化铁针我放在外面，意思就是说应该也是可以用吧。Yes， 当然可以，进度是一致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在世界各地的强化铁针都可以做你之前的锻造，当然也可以拿回你的武器。对，你可以到这边来敲敲，就是一个统一的系统，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同一个强化铁针做你之前的锻造。好，完成了，我又完成了一把附魔铁蓝剑。那这就是目前的锻造部分，当然我还做其他的锻造，61根木棍，有点不普通的木头棍棍，强化 B 属，瞧，还有的是锻金粉，我们加入锻金粉。接下来是锻造石，我们加入锻造石。接下来又是锻金粉，如果我们拿错的话，怎么敲都是没效果的，放弃吧，快放弃吧。是没反应的。我们加入锻金粉，好，成功进去了。当然你可以看一下对话讯息这边啊，就已经跟你讲要加什么了，你就照着加就好了。最后就是锻金石，锻造石啊，哎，一下就好了。镶金棍棍就完成了，变成金光闪闪的木棍。再放一根锻金粉，锻造石，哎呦，锻金粉，哎呦，锻造石又完成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完成了两根镶金棍棍。以上就是我们 1.15.2 新版的 Matic Mob 的试作，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对，虽然他说只有到 1.14， 但是 1.15 也是支持的。那么这次短片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弹开了，为什么？